你要干啥呀？我跟你说话呢。你自己看看，你办的叫什么事儿啊？我咋的了？我都说了，孩子事儿要紧，现在怎么办？不是咋的，那意思我就看着你挨欺负就是对的呗。我受点委屈怎么了？那孩子事儿不比我重要吗？我又不能掉块肉。没你重要，你已经受的够多了。再说那毕竟孩子亲妈，也不能把孩子怎么地了。那你也不应该冲动呀。你记住啊，欺负我，我能忍。但是不能碰我的底线，你就是其中之一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你这么的，咱俩明天直接过去找他，看看什么情况。那行吧。瑶瑶，你电话。谁呀？我不知道啊。谁呀？啊，快递，你吃饭没？饿不饿？我下去买点儿。我不吃，你吃啥？我给你买呗。不用，我还要吃点水果什么的，我去买吧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去吧。嗯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找你啥呀？啥卡？你赶紧把欠我钱给我，然后微信拉黑就完事儿。你糟了，有病吗你？你怎么来了？你跟着我呀？哼，没事，还吃水果不？是。走吧。